长庚爱卿说的对，无知天庭就是要公正无私，赏罚分明。驯龙计划的最后一步还是要玉帝来做，才能令龙族幸福。龙族镇守四海海野，护天地生灵久矣，当有一份功劳。此诏得天道认可，这便是吾对龙族的嘉奖。如此可信了天庭。龙族上天在即，白莲等人却没有异动，一切太过平静，反而不正常。我总感觉危机正在逼近。龙族上天已成定局，哪怕杀了海神亦无济于事。你以为我要杀的是海神？不，我的目标一直都是天庭和妖庭争龙之事愈演愈烈，玉帝要借蟠桃宴收龙，陆压必有后手。仓促之下，我只准备了98个应敌方案，但愿能起到作用吧。景禅倒是上道，竟愿将西方教安插在龙族的内应派来，供太子驱使。蟠桃宴在即，我迟迟不肯合作，他当然着急。只是没想到这内应是敖氏，见过太子殿下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很好，不过我还需要你在蟠桃宴上再做一件事。事成之后，你就会是四海龙族的王。敖氏定不负太子所托。龙族这么爱自抬身价，我就让他们抬个够。抬到身价飞涨，抬到昊天发怒，那时天庭将成为我妖庭最锋利的刀。陆压筹备良久，此番磁铁城失利必定不会甘心。长庚爱卿，往后行事还需谨慎。是。我教有一大兴之计，名为西游。就在不久前，二位师尊算到西海龙宫内有一机遇。西海三太子乃是西游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，这便是你们屡次向龙族下手的真正原因。是也不是，目下龙族有意加入天庭，这于我教而言相当不利。想来这也并不是太子您愿意看到的，太子不妨考虑与我教合作。你们西方教当真思虑周全，连龙族之事也替我想好了。那我麾下的妖族，你们是不是也要管上一管？太子多虑，我教定不会干涉妖庭内务。景禅，上一次想开东海海眼的人是你吧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您若与我教合作，龙族之事自可协商。龙族之事轮不到你们西方教插手，我很快就会去找龙族接洽。想合作就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。对了，多宝文体乃天地间第一只寻宝鼠，打动了。这是什么神通，竟能越过隔绝大阵？那我不也能借道溜进去？行走在这土洞之中，仿若自己已超出天地间，不存于五行中。
隔绝大阵如同虚设，这就是截教大师兄真正的实力吗？这世间除圣人之宝外，我倒不知有何法宝能影响到我的命数。此物取自我教镇教之宝十二品功德金莲，可望因果辨吉凶，太子不妨一观。这是顶头七界书，顶头七界书集众位妖庭高手之力，耗费千万年方于近日炼成，哪怕圣人也未必知晓此书。竟然真是我未来的变数，此宝将在何处现世？你们调查的挺清楚。磁铁城，晚辈长庚，现为天庭海神，特来拜会本族先皇。海神既是东周人族，为何以纸人行事？是不信人族，还是不信你身后的天庭？太清圣人为我遮掩跟脚，还能被他看穿我来自东周，这人是谁？晚辈实力低微，不敢以真身行走洪荒。你是海神，我这却是胡泽之地，你我并非同路人。他是觉得我被天庭用官职收买，变成出卖人族的奸贼，不配为人。江河巨雨路，百川终归海。做海神才能更好地为天下百姓服务。我问你三个问题，若答错或撒谎，我亲自去东周取你性命。磅礴的杀意锁定了我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乃天庭重臣，若天庭对人族降下灾祸，你当如何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法力了。妖皇陛下，让老天爷停一停雨吧。那是听令，进攻修罗族！撤！天罚成功击毁血煞宝珠，我的本体也该回去了，剩下的就交给神字之人吧。游龙探云步。将军化傲天，奉玉帝之命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多谢华将军。嚯，咱们的玉帝陛下气隐忧烦了。